今日のメニューは皆様の手前にあるもので、料理と飲み物 のペアリングということで順番にお出ししていくので、どうぞすべてこの空間も含めて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いくつかの料理は手前でこの皆様の前で仕上げるんですが、あとはどうしてもここで全部今回は仕上げようかなと最初思ったんですが、やっぱり味のクオリティを考えて、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ことも多いんですが、でもいっぱい出てきますので、どうぞ何か質問とかがあったらその都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そしたら、はい、乾杯で、乾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们会准备七支酒让各位来享用。那我们第一款的话是来自于法国的香槟。那圣方兰说他特别有那个交代说，那他想要找寻的是这个味道比较清新清爽带着青柠檬比较很开胃的这样的风格。也之所以他特别那个希望我们找的是这个在香槟里面叫 Fruit Nature， 就是他除渣之后他在添加液里面是没有加任何糖在里面，所以它在味道上面清爽感会特别的卓越。那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别挑的是香槟的特级园广库等级，就是最高等级的其中的很特殊的一个叫白中白，就是它只仅用夏多内非常非常这个好的白葡萄去做酿制的香槟。那所以的话，它这道酒会搭各位等一下要来的这个汤以及汤的下一道菜两道。那当然今天除了这个酒的 pairing 以外，我们还有茶的 pairing。那茶的部分的话，我就交给我的同事 Eric 来为各位做介绍。茶款的话都是来自台湾的茶款，因为这几款茶的话都是我们亲自送到日本去，也就是观察师傅挑选，大概有数十种，那从中挑选七款，那来搭配今天的餐点。はい、そしたら、次キャビアと魚と下はカブです。一緒に口に運んでほしいのでスプーンとフォーク添えてますので、一つずつこうすく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前回来たのは3年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3年前よりも自分の経験値が上がって今日の方がだいぶ美味しく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ので。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这第一支酒是来自于法国，接下来我们就会在北意大利，从北意大利的西边，然后会跑到东边，然后在东边跑回来，然后我们再然后在意大利的这个北边东边跟西边会稍微来回几次。那我们第一款的话，白酒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西北一个省份叫 Aosta， 那个这个地方的话，再更往北的话，那就已经到了这个法国的边界区了。那这个葡萄品种比较有趣的是，可能各位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喝的比较习惯的是国际型的葡萄品种 Chardonnay、Sauvignon Blanc 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意大利很有特色的一个是他们当地的原生种，他们当地原生种非常非常多。那这个葡萄品种叫 PTRB。它在香气跟味道上面，各位可以先感觉到它这种带核水果，比方说杏桃啊，或者是这个西洋梨的这种香气。那中间在后面中间的这一段里面，各位可以稍微给它摇一下，感受一下里面那种新鲜香草料，鼠尾草啊、百里香等等之类的。那因着它的酿酒，它是有跟酒渣做浸泡的时候，所以在后味它会比较带一点点它类似坚果的调调。那因着它经过泡渣，所以呢，它的味道上面虽然很清新的同时，但是它的这种我们讲说架构跟这种口感的圆润度，它其实是存在的。也之所以等一下下面两道菜，因为毕竟它开始味道的堆叠慢慢往上走的时候，我们用这支酒来帮各位做搭配。料理です。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はい、まあ、台湾の素晴らしい食材を組み合わせた今だけの今の季節だけの料理です。
から4日間はホテルにい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ので、いろいろなあのエビを送ってもらって、ホテルの中でエビを試食して、それで選んだのがこのエビです。台湾ではこうやってこのエビがちょっと、ヨーロッパよりも小さめですが、とても多く水揚げがあると聞いて、それで試してみたところ味が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イタリア料理ではすごく高級食材としてこだわ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あとは今皆様が食べてる間に、ここで今作ってるのはこの後の手打ちのパスタカリオリーニの麺を作ってるところです。再跟各位再介绍下面是搭配油饭，那这一次的话也是搭配我们现在这道菜以及下面这道菜。那可能我刚刚在这个倒酒的时候，各位觉得奇怪，这个是到底是白葡萄酒呢，还是红葡萄酒？那在葡萄酒世界里面，我们这个叫做红酒。那它不是用橘子去酿，它还是用白葡萄去酿，但它酿的方式比较特殊，它是用这种很古老时代，我们讲古老时代就到埃及时代的时候，它在酿葡萄酒是用陶瓮，所以呢，它这个葡萄那个放进去之后，那一般的白葡萄酿制是用皮跟果肉果汁会把它分开，那只果汁去发酵。那但是这个酒款的话，它是把皮跟果汁跟这个果肉它通通在一起泡，所以呢，它皮里面的表示这个微亮的那个颜色的话，它已经泡出来。以外呢，它是用我们刚刚讲说比较是所谓氧化的方式去做这个酿制，所以它在颜色上面会比较呈现类似这种琥珀色。那香气跟味道上面的话，那当然会比较具有这种坚果啊、吐司啊、面包以及比较果干调调的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在喝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像葡萄酒很多叫咸鲜感，有点像那种矿物质感觉到咸鲜。我妈咪调调的时候，因为这道料理跟下一道菜的话，它里面很多元素都是大量的脂类，我觉得很鲜鲜甜的这样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用像这种这个。黄酒系列，那个橘酒系列的去跟它做搭配。那这款酒它是来自于东北的 Fuli 的这个地方，那它所用的葡萄品种也是一个当地葡萄品种，叫 Ribolla。所以就这个这道酒的话，就是搭配各位现在这道菜跟下一道菜 Pasta 的部分。楽しく食事されてると思うところ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ちょっと生ハムスライサーをですね、より切れやすく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溶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ので、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申し訳ない。本当は営業前にやるんですが、ちょっと忘れてまして。じゃあちょっとうるさいです、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比較吵一点的話是這個。今度は今たった今これできた日本のお米です、お米と炊きたてのご飯と組み合わせていきます。そうなんです。OK， 那不好意思，再跟各位介绍我们下一款酒。那因为我们现在到肉了，那我们所以现在换到的是红葡萄酒。那我们现在还是留在意大利的东北方，好，我们还是在 Friuli 这个省。那我们这款的话，这个 Radican 这一间酒庄，它其实也是酿刚刚上一个橘酒的大师之一。那但是这一次 Chef 他特别他说，哦，原来有他的 Merlot， 而且是1997年的。所以我们这瓶酒的话是1997的 Merlot 的 Radican， 所以他说哇，这个年份是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在那个日本好像听说都已经没有了。那它的话需要在橡木桶里面熟成5年之后，在瓶子再熟成6年，它才能装瓶。
所以它从年份到它的出厂的时候要花至少11年的时间，所以蛮难的。所以它最新年份的好像还是2006而已，所以可想而知，它在整个收成过程当中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那感受一下，那这一次 Merlot 的话，它的单宁上面已经非常柔细了，香气上面除了这种莓果、浆果香气的话。那这种木质调调的东西，雪山啊，或者是雪茄盒，那这样的比较是成熟的风味，在这里有表现的非常精彩。それから続いて2番目の個体は今度はイタリアではなくてフランスのバイヨンヌ豚という豚のもも肉のロシューと、そしてそれに組み合わせては台湾の良質なブラータチーズと香り高いマンゴーを組み合わせてます。2番目は世界的にもすごく有名で一番美味しいってされてるスペインのハモンイベリコベジョータでございます。まあ一番うまいって言っても僕はイタリアの方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今日は本当にたった今焼き上がったばかり の、 自家製のひら焼きパン、チャバッタ、スリッパっていう意味のパンと発酵バターを一緒に組み合わせて最高の状態でいただきます。提到意大利葡萄酒的话，大概不外乎第一个可能名字会出现，就是它的鼎鼎大名的 Barolo。 那 Barolo 又被称作叫做酒中之王及王者之酒啊，它以前这个在西班牙的时候，它是皇宫贵族在喝的非常非常顶级的一个酒款。那但是我不仅仅是只选用 Barolo， 而是它的 Reserva 等级。那它的 Reserva 是有这个法令保护，说你一定要在瓶中以及橡木桶里面熟成60个月到62个月，你才能出厂。其中18个月要在橡木桶里面，所以它必须花了也是快将近5年多的时间，它才有办法出厂。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哦。一般来讲，我们讲说不管是意大利或者是这个法国，它酒标都会比较传统一些些。但是各位在酒标上面，等一下我那个两边我都会摆一瓶。在酒标上面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小鸡的涂鸦，那这个小鸡的涂鸦呢，是当时那个庄主跟庄主夫人呢，他们的小女儿在3岁的时候画的。那小女儿的名字就叫 Elena， 所以她这个取名就是 Elena 的这个特别的版本里面，她就用她当时的一个涂鸦当做他们的一个 logo。所以各位感受看看，然后我们特别是选了2012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开始慢慢步入这个适应期的时候，香气上面的层次感，然后以及那种樱桃，还有一个那种半干燥玫瑰花的香气在里面的时候，各位感受一下，跟我们这道料理跟下一道料理做搭配。これを揚げてそれで持ってきて、あと
後は生ハムと組み合わせますので、もうしばらく皆様ご観覧ください。那 Veneto 它其实早期它的这个红葡萄酒的话，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喝，但是有时候他们觉得说，稍微比较是淡，走淡雅性。那结果后来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内，那相信各位一定对于有一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叫做 Amarone。那 Amarone 的话，它就是你葡萄红葡萄采摘下来之后，它需要在这个风干的环境里面风干4到6个月，有时候甚至做更久，可以到9个月到12个月。那所以呢，它这个红葡萄会慢慢会变成像半干燥的这种葡萄干的概念，所以它里面水分蒸发，所以它香气跟味道会更集中，然后它的糖不会增加，而是它的比例会增加，因为我里面的那个水变少了，那当然我的这个糖分就会变增加。所以各位，但是我们它其实是发酵到 dry，它的甜的感觉，其实酒精本身是有点甜感的，而不是糖的甜味。那甜感来自于哪里？我们酒精一般的葡萄酒大概14-12.5，Amarone基本上可以到15.5，甚至有些有顶峰可能会到16。那它的香气是来自于它因为基因的已经变成是像葡萄干，那所以它香气香氛里面会带着这种甜香的甜的香气在里面。那但是因为它又是2008年。所以呢，它也经过一段时间熟成之后，它还是会带有那种比较是可可豆啊、黑巧克力啊，甚至一点点动物皮革这样的调性的东西。那还有这种葡萄干或者是红肉里很熟的时候，那会是阿毛肉那个这样一个特色。所以香气上面感觉是甜香，但是它在那个酿制过程，它是把所有的糖分转化成甜味的。デザートも、うちの店で作るスペシャル のメニューを、今日は台湾で、さっきようやく固まったばかりの繊細なパンナコッタ。パンナコッタって言ったらどこでも食べられるイメージかもしれませんが、本当にそうなんですが、でも、作る温度とか状態を、すごく見極めてですね、ちょっと他にはないような質感に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の一皿だけで十分なデザートになります。そしたらワインの説明が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が、もうパンナコッタだけを食べたり、上にはカカオ豆をローストして、また少し苦味を加えたりしておりますので、一緒に混ぜたりして食べたり、ワインと食べたりして味の変化を楽しんでください。那 Tomasi 这个酒厂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对于它的红葡萄酒会比较熟悉一些些。那它是比较在 Tomasi 里面算隐藏版的一个甜白葡萄酒，所以 Pasito 的话就是代表也是它的葡萄剪下来之后，采摘下来之后，也是要在那个风干的环境里面大概4到6个月，让葡萄再更浓缩紧实。所以各位喝到那个甜，不是加进去的糖。
它是本身的葡萄因着它风干之后变得慢慢像葡萄干类型的时候，那它在去酿制的过程当中，它没有把所有的糖转换成酒精跟二氧化碳，它来自于葡萄的糖残留在这个酒的里面，造就它的甜的风味。那它也在橡木桶里面待了12个月，所以各位在品尝的时候，这个花蜜、蜂蜜、烤吐司、坚果，然后以及那种比较带一点点木质烘烤的这种感觉的话，那跟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个看到烤肠做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好，那那个茶的部分。今天最后一款茶饮也是一样，是来自台湾的。那这款它选择的是三峡的清新甘蔗。那这款茶的话比较特别，它是用半发酵的乌龙茶。那白茶的定义的话，它是长时间的萎凋及干燥。那本身的话，它白茶它的取得方式比较不易，对。那它所以它这款其实算是比较珍贵的茶品。然后它的味道也很特殊，带有点蜜饯啊、无花果的风味。谢谢。